会休很久吗？还是你还是休息一下？靠你了。好 ，OK， 我们再休息五分，再休息个两分钟 ，OK， 足够吗？你也可以说不足够，那我们再休息久一点，休息也可以哦。三分钟。好，三分钟没关系，再多给你们一分，再三分钟，影响。
对，好了，人家说嘛，就是三脚不带吃嘛。你打完了吗，弟弟？嗯。打完了吗？干。那玩什么？就那个部落。不是部落。哦。好游戏。部落，部落到底好不好？我很久没玩了，但是慢慢改啊。慢慢改。那你玩灌篮高手，灌篮高手好玩在什么？杀死。杀死。最近比较少打，最近的时间就被运动占了。对，我运动真的是很辛苦。你可以做毛巾啊。啊？毛巾。做毛巾什么意思？就是你把你的脸垫在毛巾上。哎。然后你就可以一边运动一边看着自己的脸，然后告诉你自己说：“我不能再那么胖。”我现在已经瘦，我已经瘦很多，好不好？我跟你讲，我在两个月大概就会，我现在是78、79。我大概在两个月干，吓死了！我大概在两个月，我就可以拼到大概60。我希望是11月之前是68，我再拼个10公斤，两个月拼个10公斤。对啊，到时候就有腹肌了。对，我那时候，到时候如果我75公斤，我要去刺青。这个小弟生了一场大病，所以我觉得应该要把这个金币刺在身体上，时时的提醒自己之类的。对，虽然我大概会刺刺青，可是我不知道怎么刺比较好。我有想过这样刺，我有想过这样刺，你知道来说是这样合起来会有一个图这样子，或者就刺在这里，两个肩膀这样子，让刺在脸上。在你这里，对啊，嗯，我可以刺一个彭于晏的脸，把我脸盖住，你可以看这张彭于晏照，这样可以吗？感觉很有点在讲，那我应该会刺吧？我有想过这个，第一个是这个，我觉得这个应该还不错，对啊，可是这个有点难，因为我是有练胸肌的，所以这个我会卡卡的，知道吗？看你，我真的有力啊！那这里，对，就是脸很快，我知道刺子也很痛，刺手指也很痛。如果本来又想要刺了在手上，这答案比较爱的贴去，爱的教育之类的。对，我有想过这里好像还好，哎，这里好像是也会蛮痛的，筋骨的地方。对啊，要不然这里就很不痛，这我知道这里不痛，这里就不痛。对，然后那个胸好像也还好，只要肉够多。膝盖那个肉啊，这个鬼，膝盖。真的。对啊，你被自己。可是这里会有反射区啊，他一次我就可能怎么办？这个反射，你这吸反射，我就从这边脚都弹出去。可是这也可以啊，这也有感觉。我也是啊，你说这边刺起来有点怪，哎，你看，还有那种拱手不握手这样痛，不是啊？对啊，所以可是我应该是有想过刺这里。这边最基本，对啊，要是刺胸这边也可以，来这样子。我想要刺比哈佛，知道吗？嗯，不是这样还蛮好看的。如果刺在这里的话，要比哈佛，比哈佛这样，真的，这样，嗯，这样应该 OK 吧？这样应该 OK 吧？对啊。可是我最近胸肌越来越发达，所以。刚刚这样做的时候，感觉有点紧绷，怕到时候合不起来。听着，你吃哪个？我吃在这里，合不起来，真的很尴尬啊！我真的胸肌有练，真的，干不要不信好不好？你看，我不想，感觉砰，而且我的胸肌跳还是可以跟着跳，跳过来，砰砰砰，可以。那个肚子跳，我肚子不会跳，可是我胸肌会跳，而且我胸肌可以随着意志控制，因为我每天都会呼唤它。我这样强尼这样反一个，小尼，哎，这样，对，整天呼唤它，用热水冲冲，有一天突然就会跳。真的？对，就是你整天呼唤它，有一天上天就不给它生命。
刚刚没有讲。真的。没有，我这以前有练，所以练久好像就这边就可以跳。对对对，所以其实不是没有练。我以前也有瘦过，以前最瘦到58公斤。对啊，那时候。那很久，我以前在比尔发过，超瘦，瘦到不知道是我，你知道吗？然后后来因为交了三个女朋友，交一个胖6公斤 ，Oh my god， 一直胖下去，超恐怖。我女朋友女生很奇怪，要点一堆东西都吃不下，你知道吗？然后又点一堆，然后说不要花太多钱，你知道吗？那时候我想买电动，不要花那么多钱干，妈我去吃那个夜市，你知道吗？去那个通化那个饶河街夜市，然后那边有一个摊贩卖那个女生的饰品，你知道，可以买1200块，赶紧来，1200块，然后也就这一个头而已。对啊，而且他不杀价，然后哇，这好漂亮，我想 OK， 这个女人就看起来就大陆做的，对啊。可是那时候你知道，交女朋友的时候就是不批评啊，女生两个核心，一个是道歉，一个是奉承，这东西戴你知道蛮好看的，干你绝对要这样讲，好不好？哦，要不然你如果觉得不好看，那你就拿出一个说，我觉得这个更适合你，绝对不要说，哦哥再干就开始丑死了，对，这样绝对稳死了，你知道吗？如果你不喜欢，就说，哎，这个更适合你，拿一个，对，买，也不是便宜的，我通常都不会拿太便宜，但拿太便宜才会堵烂，你知道吗？对，然后再就是道歉，什么事情？只要做错，女生一生气，你就给我道歉。道歉，你再来是转移焦点，你知道吗？道歉转移焦点，一定要这样做，一个是道歉，一个是转移焦点，真的。然后不要一直道歉，你可以很诚心的道歉，道完歉以后就转移焦点，因为女生也知道要往下一个。我觉得那个女生蛮正的。靠呀！真的。那个书写的吗？不是看那个书学，那是我的那个街头，我也不是一直看那个书吗？那是我是先交过女朋友才去上那个课，好不好？对啊，上什么课？啊，我以前上那个法律课，我女朋友都没人看那个，我那边有讲义啊，我讲义啊，对啊，我跟你讲，我那时候我已经有女朋友，所以我是街头实战得来的成果，好不好？我是 on the street 的嘛，哥在街头混过。对吧？对啊，真的不是，你就真的要道歉，然后这个道歉，然后转移焦点。好了，我们继续看。现在最近都没有交女朋友，有点小感伤。好来，这我们来看第十八页。第十八页我们要讲的主题是三角不等式啊。那三角不等式本来是一小段哦，其实你们新的课纲要把三角不等式弱化，可是我看你看考卷干弱很低哦，所以我还是把它加回来。那首先第一个，我们来再解一次二次不等式。来，这个式叫 x 减一乘上 x 减五等于零。同学，你这个式怎么会画？如果你画成二次函数，你可以先看 y 等于 x 减一乘上 x 减五。你会发现这图这个开口朝上抛物线，这时候用一代是零，用五代是零，可以吗？也就是说，你会发现如果去等于零，就是去找跟什么轴的交点 x 轴，因为 x 轴就代表的叫 y 等于几 ，y 等于零，可以吗？所以如果它等于零，就代表跟 x 轴的交点 x 等于一跟五，好。那这时候我们来看一下第二个图形 ，x 减一乘上 x 减五，如果要大于或等于零，同学，我们为了这个解不等式方便，最高质量记得都是正，可以吗？好，那这个二次不等式，二次函数怎么画？开口朝上，一个边界是一，一个边界是五，可以吗？那如果你要带进去大于零，是这个往上的地方，你看。比五大带进去是正，比负一，比一小带进去就是正，所以你画出函数图的时候，先找到与 x 轴的交点，交点就是等于零，那
大一点，就是往上的两个正号区。这样可以哦，所以这个时候解成像 x 要么大于或等于，或者是 x 小于等于一，可以吗？这个范围，大于等于零的范围，画完图就取两侧。那同样的道理，如果是 x 减一乘上 x 减五，要小于等于零吗？那如果要小于等于零，先把边界抓出来，一个是一，一个是五，这是我们的图形。那小于等于零。零是不是代表这两个中间在一起会负极限？对啊，所以 x 介于几到几间？五到几间？一。五到一的中间，那不等式化嘛？好，先这样参考一下。这个就是教我这个复杂的心理学，所以那时候我对于这个心理学，我觉得认识都蛮多。包括一些心理陷阱，然后一些这个怎么样去判断人的情绪状态，都变得非常的熟。这个像这个有一个很有名的心理统计，有没有听过吗？弟弟，就是根据这个心理统计啊，这个男性有一个很特别的现象，就是在80%人啊在浴室里面会唱歌，20%会打足球。那你知道唱什么歌吗？你知道吗？不知道，那你就是打足球。
不等式的等号发生都会有最大值、最小值。例如说，来像这里 ，h 大于等于二 ，x 可以是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。那你会发现 x 的变动很像，但它等于二的时候是它最小的时候、最小的时候。为什么？左边比较大，右边比较小，所以这个变动的数字会等于它最小的变值，要最小值。也就是说，当不等式的等号发生的时候，它一定是最大或最小的边界，这样。但第二件事情，此时有什么现象？用脚毛想，知道 AB 要等号，等号，所以等号发生的时候 ，AB 同号，相乘大于等于，来写下来。接下来做的是比较数学性的证。最小值，我们感觉起来可以使用三角不等式，所以我们做第一个尝试。
第二场是叫 A 减二的绝对值，加上 A 加一的绝对值，会大于或等于先相加 A 减二加 X 再加一再取绝对值。同学，这样写有没有用？是没有用的，因为我们要去找最大值或最小值的时候，你一边一定要是数字才行，听得懂吗？最大值、最小值一定要一边是数字，可是这两边的 x 值都还是会变动，所以它没有办法找到任何的定值。这个式子是对的，但是没有办法使用。好，所以我们继续重新思考，你要去找最小值，也就是代表你这个式子要大于等于某一个数字，那个数字才叫最小值。那数字要怎么出现？你要数字出现，代表这个 x 要消掉，所以我们的原式可以把它拆解重写成怎么样？二减 x 加上 x 加一。那同学为什么要写二减 x？ 你希望相加的时候负 x 可以消掉，加起来就会大于等于二减 x 加 x 加一，所以叫做三。所以从这里写出来。二减 x 加上 x 加一就会大于等于三。你把这里的 a 跟 b 一个叫二减 x， 一个是 x 加一，可以吗？那再来怎么解？你写到这里的时候，你会发现左边比较大，右边比较小；左边大，右边小。也就是说，当等号成立的时候，你会发现这时候最小值就会等于三，而且等号什么时候会发生？这两项是同号，所以此时二减 x 乘上 x 加一要同号大于等于。你要注意哦，当这里写二减 x， 这里写 x 加一的时候，右边才是定值，所以这两项同号时，最小值才会发生，听懂吗？哦，这两项同号的时候，这一方我们就可以把它加回去，这两个消掉。好，那接下来怎么做？我们刚解的不等式是不是都有一个前提？就是最高次项要为正，开口朝上比较方便分析，所以这时候把它变号，变号不等式方程要改变，写成 x 减二乘上 x 加一会大于等于，变吗？来画图，开口朝上，边界一个是二，一个是负一，大于等于你要变成小一点。不等式因为变号方向要改变，那方向改变完以后，我们要取的是这个小于等于的负号距，最后算出来的结果就是 x 介于二到负一之间。同学，再看一件事情，随便给我个数字，二到负一，有没有？好，用零代，你看零代进去，二减零加零加一等于几？这一定是三，而且这两项二减零跟零加一的确是同号，可以好好，所以就得到这样的结果啊。OK， 好，再这样写，那下面这东西你们就稍微参考一下。OK， 这个东西哦，这个讲的蛮久的哦，但这个讲的仔细一点比较好。那再来的话，我们先来看21页的范例。这个范例一哦，我会先讲这个前三个做法，前三个做法。那前三个做法讲完以后呢，再讲这个函数图形法。第21页的范例，范例一呢，这个
们要求的叫做绝对值 x 加一加绝对值 x 减二的最小值。同学，这里有三种基本的算法，最后一个函数图形法，我确定你们一定要讲哦，但是前三个至少要讲清楚。第一个哦，你处理绝对值问题，第一个角度一定是分段，如果真的你就想算。你就任命你妈妈分，绝对会有答案。来，那首先令绝对值内部为零，你会发现这个式子在讨论最小值，要分成三段，一个是二，一个是负一，有三个边界去讨论。来，第一种状况，如果 x 大于二，来 ，x 大于二，这两个是不是都是正？所以这是我们的所求，直接拖。叫 x 加一加 x 减二，也是二 x 减一，可以吗？好，这个式子叫二 x 减一，那这时候你去看，我们题目的前提 x 比二大，那这时候二 x 就大于四，所以最后二 x 再减一，大于四减一叫几？三，这个范围就写出来，第一个范围。因为我们有这个前提 x 大于二，所以把这前提带进去的话，就可以解出我们这个第一个范围。在第二个范围，如果我们的 x 介于二到一之间，我取巧一下哦，把等号都放在中间。如果 x 介于一到二之间，跟二相减是正，跟负一相减。跟负一相减是正的，跟二相减是负的，对不对？哦，所以这是我们的所求，介于二到负一，用这个一代的话，这里是正，这里是负。所求脱绝对值变成了 x 加一，因为前面是正，但你后面因为是负的，要改成减掉 x 减二。到这里有问题，可以吗？在中间这个范围，你拆开这个式就等于这样。那减掉以后看，发现它会是一个什么？算在一个数字是几？三，对吧？约掉负不得正三，代表什么意思？代表在 x 介于二到负一的时候，你会发现我们算出来结果就是三，可以吗？范围是三，所求就等于三。第三个呢，如果 x 小于负一的话，代表这两个都要变号，所以我们的所求就变成负的 x 加一减掉 x 减二啊，整理一下，叫做负的 x 减一加二，负 x 加一，可以吗？那你看啊 ，x 小于负一。那这时候你会发现，因为 x 小于负一，我们的式子变成了负二加一，这时候它的负二倍就大于二，左右同乘以负二，这时候再来负二 x 加一，你会发现它会大于等于几？大于几？大于三，可以吗？你会发现这个负二 x 再加一就变成大于二加一等于三。也就是说，写到最后这个结果，可以得到什么结论？比二大，比负一小，它的结果都比三大，只有在中间的时候等于三，所以由一二三去讨论，最后得出来的结论就是怎么样？这个式子 x 加一加上 x 减二最小值为三。就是在中间的时候，可以吗？这是分段的问题，写半天你就知道我在解题的时候绝对没有错，但这东西我还是要会哦，要看。那同学，第三个方法，这一题你们发现有没有跟这一题一样？基本上都出一样，这
这第三个三角不等式就看这个第几页，第十八页是吧？这是第三个，忘了。第三个是三角不等式，所以这个二十一页的这一题就参考下面第三题就写，参考第十八页。好，再来我们来看另一个方法，就是最漂亮的方法，就是用绝对值去处理问题，竖线图形。好，再重画一次哦。来，如果是这种单纯的绝对值问题，你可以把它看成距离的问题，对不对？你从这个式子的架构，绝对值加绝对值要求最小值，你很明显的知道。这个式子它叫做 x 到2的距离加上 x 到负一的距离，我们要求最小，可以吗？可以吗？好，那你看一下，先把边界画出来。这个边界一个是负一，一个是2。首先第一件事情，如果 x 在中间的时候，到2的距离加到负一的距离，整段是不是叫3？在中间的部分哪一点，到负一加到2的距离是一定是3。好，那我讲完这个接近化就好了。可是你看右边这里，右边这两个加起来是一定会比3大，这条是3，小段加大段，这两段加起来是一定会大于。那左边呢？小段加大段，所以一定会大于3，对不对？所以你会发现，这里比3大，这里也比3大，这中间是3。从这图就可以看到，最小值为3，而且此时又从这层，此时 x 介于2到负一的中间，可以吗？这样好，你先想着，那你要把个补起来。这第二个，那再我们再做一下稍稍的延伸，你会发现这个绝对值利用这个竖线图来讨论距离是很轻松有趣的。那我再补充一题，这一题这样写 ：x 减二的绝对值加上 x 加一的绝对值，再加一个。x 减一的绝对值，三个绝对值，我们要求最小值。奇数个绝对值要求最小值，怎么做？同学，你去思考这个图的架构，你要去找这个加起来的绝对值。首先，我们先看红色的地方，在负一跟二之间的时候。我们会发现什么事情？你的 x 只要在中间，不管它在哪里，到负一的距离加到二的距离都是几？就都是这个3，对不对？那奇数的绝对值，你实际上只多了一段，哪一段？就是你这个 x 到一之间的距离，对不对？可以吗？红色加起来绝对是3，只是多了这段 x 到这个一之间的距离，可以吗？也就是说，从这个图的分析你就很清楚，当 l 等于零，也就是 x 跟一的距离为零，即 x 等于一时，这一段会消失，所以剩下的就是最小值3，知道？最小值就会变成3加0，就是3，可以哈。所以你会发现，如果有奇数的绝对值，在最中间数字带进去为最小，中间值。那如果有偶数的绝对值，它最小时会发生在中间的区域，中间的区域，没有，没有，好，那
再延伸一个哈，来，如果有四个绝对值，偶数的话有中间区，奇数的话有中间值，所以我们再举个例子啊，来，这时候我们看这个下一个延伸题，叫做 x 减二的绝对值，如果加上 x 减一的绝对值，加 x 减，我还是写不出来啊，再加一下一。的绝对值，那你思考一下，这时候会有四个边界，对不对？一个叫做负一，一个叫二，一个叫一，一个叫零，可以吗？要去求最小值，你会发现，假设你 x 在这个中间的时候，这个红色的部分加起来，只要在一负一跟二中间，是已经是三。那你会如果 x 在0跟1中间的时候，这两段距离加起来绝对是几？是绝对是一，可以吗？哦，这两段是一，这红色这两段是3，所以你会发现这个的结果就是当 x 介于0到1中间的时候，我们会发现这时候最小值就是怎么样？1+3就等于4，也就是说，如果是偶数的绝对值的话，你把它由小到大排，你会发现最中间区带入绝对会是最小，可以吗？你看这个新的图，四个绝对值，中间区就在这里，哦，所以你们在讨论这种绝对值的问题，我觉得最好的工具就是用这个东西来讨论。可以吗？来，那再延伸一个，哦，用简的来看哈，我们要去求的叫做绝对值 x 减三的范围，算二跟减掉绝对值 x 加一的范围之类的。range 就是范围的意思，可以吗？好，这一题我用减的哦，不用加的。那怎么做？同学，像这种绝对值的单纯问题，我们都可以用这个数线来分析。来，他在找的是 x 到2的距离。去减掉 x 到负一的距离，可以吗？来，先把二跟负一标示出来，可以吗？可以好，来，那我问你，二跟负一之间的间距是几？3，对不对？你看啊，假设点在左边，大减小一定会是什么？这时候大减小。对不对？大减小会变多少？所以一定是3。也就是说，在负一的左边扣掉的时候，剩下的中间这段大减小就一定是3，在这一侧绝对是3，可以吗？你看，如果我这个 x 点在这里一样，大减小是一定是3，多3嘛。那另一边呢，同学？x 跟2的距离去扣掉 x 跟负一的距离是用小减大，所以另一边一定是-3。到2的距离扣掉到负一的距离是一个-3，也就是这两侧一边是3，一边是-3。那中间呢？中间是有大有小，对不对？你看，如果在中点的时候扣，是这样扣完是变0。那从这个点扣的时候是大零减掉三到-3，所以你会发现中间的数字各不相同，介于三到-3的中间。例如说中点的时候减完变零，然后这里比较多就变成正，这里比较少就变负。所以你由这个图三跟三中间是各异，那既然如此，我们就知道
最大的范围不会介于，不会超过三，也不会比负三小，所以这时候 x 减二的绝对值减掉 x 加一的绝对值，介于三到负三的中间，三到负三的中间，这图也稍微画一下。所以你在讨论这个距离跟范围的时候，可以利用这个图的相减哦，去把它讨论到非常的透彻。基本上都可以写了，只有几题真的太烦了，我没有做。
下礼拜我们还把这个第十一页的范例式讲完，因为第十页范例式有够机车啊。好，这大概是这样啊。那你们前面写的东西有问题的话，要讲一下。哎，上面有没有带？救一下啊！上面有地方打错，我帮你们改一下。上一本的话，这个，看这边写，这十二页的十七题，这里有打错，十七题是加跟加，我第一个是加，第二个是加，好，然后我记得是十八题吗？没有，十八题的平方你要加对。我记得是十二页的第十七题是讲，下面没有再讲，其他的暂时忘记，等你们写一写问题，我们再稍微交流一下啊。好，那我们这个今天上这边还有提示一下啊，那个22页的14题是上下同声引号的，分母同声引号的句子。好，那我们就这样，你需要讲英文写。我们学校讲义有，因为老师要讲义上。OK， 讲义有写，这个就还好。那我觉得你还是可以挑一些写东西，我这边给的比较多。OK， 好，那我们今天上这个课辛苦了。OK， 好，弟弟辛苦了。好，加油。加油。学校讲义要写啊。我会写。先写讲义，然后如果想要再多练习，就欢迎写我。这个。